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声音美化，降噪。上次你们说我声音小，我现在把声音调大了哈。我终于知道了，原来有个麦克风增强，现在是不是声音就听得到了？兄弟们，现在是不是我这样说话你们也听得见？我准备卸妆了。我们刚刚拍完，然后吃了东西回来呢，回到酒店。明天一早就回北京了，但是坐的高铁。然后呢，时间高铁的时间有点久，因为好多票都卖完了。准备卸妆啦。卡吗？哒哒哒哒，我们来学学歌曲。绝爱，先把绝爱给学。绝爱。今天我没有啊，今天拍东西的。但是今天杭州下雨了，我们拍的路上特别的坎坷。我隐形眼镜已经摘掉了，因为刚刚眼睛有点酸了。今天起的挺早的。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，当坍塌破碎了，睁开双眼，出尔封灵魂，只能见不报销，这怎么会不报销嘞？我是专门坐的高铁，因为高铁可以平躺，可以就是睡下去。飞机的话不一定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是最近那个手术刚手术完吗？能躺则躺。知道不？我一来就卸妆，不好吧？你不介意吧？对，今天好大的风，我刚刚回来，晚了一点，因为我上了厕所，上了厕所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药已经泡好了，我到时候睡前泡一下，就睡觉。晚上好啊！我今天又上了2次厕所，我觉得有点多了。好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得把那个药给，就是通便的药停一下呀？因为坐这个厕所，主要的是需要成型，我现在都不成型，就是上厕所不是很成型。停止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，化作一把锋利剑，刺要伤看一下效果才。我今天准备去拍东西，然后去山上的，你知道吧？去茶山，刮风下雨，然后我们去茶山，在山上被吹死了，我还穿的很少。刮风下雨，然后我们去茶山，在山上被吹死了，我还穿的很少。山上被吹死了，我还穿的很少。蛇倒没看见哦，没，应该没有蛇了。谢谢雪地君，谢谢烟花。感觉比以前瘦了，是瘦了点儿，瘦了一些。这个酒店的秤，我发现，我觉得这个酒店的秤有点不是很准，就是会偏轻。我称上去居然只有37点几，但不对，我明明吃了那么多。不卸妆没那么美，啥意思？卸妆还好看点。你的意思是我卸妆好看一些？
情却爱的最后，这件缠绕的温柔，来做一把锋利剑，刺伤了我。我要准备洗，准备洗啦。咋了？明天早起回去啊，这么卡吗？那你们等我一下啊，我关一下那个五 G。啊，好了，好吧，刷牙。好久没有直播刷牙了。
换人。把你们当镜子。给我自己都感觉看着挺恶心的。Sorry， 啊，涂个护肤品，涂完就舒服了。擦个水。没有，我那个牙膏的那个泡沫，我在刷舌头的时候。你看我舌头刷得干干净净的，你们不要忘记刷舌头啊，刷完牙，哎呀，要刷舌苔，不然的话嘴巴会臭哦。就是刷刷刷的话，这样刷，看没？因为吃了晚上吃了饭嘛，舌头上也会沾一些残留的食物。刷舌苔会想吐，哎，我习惯了，我刷舌苔不会想吐，除非我刷到那个喉咙那里去了才会想吐。你别刷太深呐、啊，你怎么会想吐嘞？这样就还好吧。对我，你们不刷舌苔的吗？那嘴肯定很臭。哎呀，嘴好臭啊！呀，怎么刷舌苔？哎呀，哎呀，居然不刷舌苔！哎呦，恶心心啊！算也不刷舌苔。睁开双眼，终于放灵魂，只能降落。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，可山盟海誓因一场惊觉。我有漱口水的习惯嘛，偶尔会，就是一般像吃饭的地方哈，它会有漱口水，就是厕所、卫生间的那个地方啊，洗手台，它会提供那个漱口水嘛。我就会用一下它。自己的话，如果有的时候前一天吃了火锅，那个蒜味啊，你知道吧？蒜味一般会残留，起码要一天。就你再怎么刷牙，第二天还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出门前要那个要漱一下漱口水。涂的是精华，海底捞不光是海底捞才有漱口水啊，很多餐厅都有啊。他都有这种啊，他会洗手台那里他有很多准备的东西，什么梳子啊，什么棉签啊，什么漱口水啊，润肤露啊那些的呀。
卸妆了，涂了会那个，让它干一下，黏黏的。很好看，谢谢哦。我不想涂面霜了，因为就是杭州还挺湿润的，就是下雨了，所以皮肤不会很干。因为如果是在我卸妆了呀，我刚卸完。我直播卸的呀，你以为我没卸妆啊？看着我怎么像化妆啊？呀，那证明我的气色不错，是不是？我这眉毛是科技眉，你看我这眉毛是不是科技眉？我问你啊，眉科技眉在哪儿啊？嘴巴是不是科技嘴？刚卸完的呀，不是科技眉啊。切，还科技眉。无鱼子真的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，你看吧，没有科技眉，看没？哦，我脸好黏哦。我今天上了两个厕所，说什么？说我们直播间半年刷一次牙呀？都是？不是吧？不是一年才刷一次吗？你们？你看见我爸了，姐？比以前浓了好多。没有，可能是这个灯光的原因。像我在直播间，它那个打光面光很强嘛，所以你们那样看上去好像我的眉毛都被打光，就是看着没有多没有几根。像这种正常的光，这样看着你看还是有点眉毛的啊，一点点。谢大飞哥，后面是画吗？不是啊，是那种像马赛克一样的一个壁砖，是那种。在酒店，明天回去。谢谢荒旧荒野 Wonder， 谢谢凝冰列阵。治好些了吗？我给你们看个东西，给你们看个东东吧。这是泡的药，现在还泡着呢，还有点烫。待会我就等就下播之后，然后还有热水，我再把这个，这是我坐浴的药，中药包，医生开的，就是要坐在这里面泡十分钟吧，泡五到十分钟的样子。什么尿？这是中药包，你们说什么啊？对，要泡，这是消肿然后止痛的。然后是那个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上完厕所可能会肿啊什么的嘛。那你以为是什么夜壶？什么鬼？哼，像卤肉吧？哎呀，你们这个好搞笑啊！再给你们看我东西。我现在上完厕所一般不用纸的，我都是用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你看没，接水，接到这里面，接到这里面，然后扭着。你打比方，这样，这个很舒服，而且很干净。嗯，冲洗，冲洗你们。小菊卡，我每次要冲好多次，冲好多遍呢。智能马桶，但是在酒店不是智能马桶，而且智能马桶有的我不会用，有的那种你知道那种水的那个力度好大。上次我去那个，我在外面商场，然后呢还是前几天在商场，你知道吗？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是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憋不住那一次。因为一般我就在家里上厕所嘛，要么就是在就是不是公共区域，如果在公共区域上完厕所，你想。哇，我要洗啊什么的，好麻烦啊哈！然后就憋不住了，我一下跑到公共厕所去了，然后结果我完了，我说糟了，
我又没有湿巾，然后又没有水冲，怎么办？然后哎，结果它在智能马桶，因为那个商场还挺高级的，它是那个智能马桶，然后呢就旁边就有，就是说什么小力度啊，什么中力度、高力度，我就点了个中力度，结果砰，感觉像什么，那个冲击力好强。给我一下，差点弹起来了，从马桶上。它有那个消毒的，它会先消毒，然后再冲，就是嘣一下子，我一下弹起来了，吓死我！然后我就感觉换成小的，很细节，真的呀！我想完了，我说不会把我的伤口给我冲开了吧？因为你想那种一个水的冲击力，就是一下很强的话，那伤口也是会那个伤口冲开有可能的哦。我就害怕，我就完了完了，结果还好，好像没有，真的太吓人了。但那个商场它那个是新开的，而且人很少，而且我去的是那个，怎么说嘞，就是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轮椅的那个卫生间嘛，然后因为那屋就是方便，就是就握着那个把手啊，然后还有空间比较宽嘛，就正好我做完手术，我觉得我也是个那个伤残人士，我就去那里面上的厕所。他那里面才有这种的，不是母婴室。我想着，哎呀，有一日我有朝一日我居然也能用上这个卫生间了啊！啊，对，无障碍卫生间，对的，就是那个无障碍啊。哦，你们那个没有啊？这个商场的还是挺干净的，感觉都没有什么人用，而且。他会用之前，他会先给他那个嘴儿消毒。我看了他那个还挺好的，他就是每一次就是他会先消毒了，然后再那个。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其实也是，但是我不想用那个，我不想用那个，我就想用自己那个的，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控制不了，我有很多按键啊，又不会啊，什么很麻烦。无障碍不分男女啊，对，它是可以锁门的。妈妈今晚就准备要睡觉了呀，待会儿下班了就睡觉了呀。我在学歌，这个歌我感觉要学会了，试一下啊，跟唱一下，上来跟你们报备一声。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，坍塌破碎了睁开双眼。付出安放灵魂，只能降落。有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，可是梦还是一场惊觉。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无力承受。把情绪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。化作一把锋利剑，刺向我血爱，模糊光影距离，连世界都暂停，全都只是一全都只是。等一下啊，这里这一句不会。只是因为你决定。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我口的惋惜，来不及。没开嗓，在学习当中哈。说再见来不及，惋惜，有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。可是梦还是一场惊觉，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无力承受。决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，化作一把锋利剑，刺向了我。决爱，模糊光影
数来着，怎么又有点胃反酸呢？看一下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吃啥了？我刚刚就吃了一个李子而已嘛，最后还是一个李子。我前天不是叫了个外卖吗？还有一盘李子嘛，然后现在就只有一颗了。然后我把那颗给吃掉了，结果胃一下就反酸了。就一颗啊，小城夏天，小城夏天，来学一下。学一下，橘黄色的日落涂抹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，我听着耳机中贴的音乐，在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，冒起泡水的一个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是几句将你出现。哦哦哦Say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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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y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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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y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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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小城夏天陪你的浪漫，风风吹过看你写得很好看，你心情的斑斓世界不同的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，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，暖热的一切让你耳目翻。就是这一段不会，再学一下啊。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，微风吹过耳畔，你显得很好看，你的衣饰很好看。春夏天陪你遇见浪漫，微风吹过你，显得很好看。微风吹过看你，显得很好看。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，微风吹过你，愿你显得很好看。微醺的傍晚，时间过很慢。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，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，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。呀，好像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小城夏天。橘黄色的日落涂抹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，我听着耳机中贴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，毛毛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就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只叫你对句想念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是怎么唱的？此刻世界只叫你的出现，哦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只叫你的上演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只叫你的出现。Say 我，我。
若下着夏天陪你遇见浪漫，晚风吹过耳畔，你写得很好看，微醺的傍晚，时间过很慢。哇哦，我在下着夏天遇见了另一半，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，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。废了，学废了，学废了。哎呀，简单的很呢，一下子就学废了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做歌词儿，找个歌词儿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小城夏天。嗯，这是谁唱的 ？L B I L B。哒哒哒哒哒，嗯，找不到，气死我了！我百度搜一下，唱一遍好不好 ？Hey girl。试一下啊，第一次唱伴奏的，之前不会这首。Hey boy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 橘黄色的日落浸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，我听着耳机中最的音乐，从当年夏天到手写的从前，毛躁气氛烧水的你夏天感觉，像迷你面前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需要你的出现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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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，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，闷热的季节你而梦幻。飞了，飞了不？飞了哈，调调没有错的好像。呀、yeah。橘黄色的雨落吞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露出星光点点，我听着耳机中最的音乐，从当年下课到书写的从前，毛发细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小妮妮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。哦哦哦哦哦哦，Say who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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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a， Say who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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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a。 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，晚风吹过耳畔，你写得很好看，微醺的傍晚，时间过很慢。哦哦，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，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，闷热的季节你而梦幻。哎呀，我这素颜做这些表情有点尴尬，素颜丑丑的，素颜丑丑的。好，下一首已经学会两首了哈，绝爱和小城夏天学会了，下一个满天星辰不及你，这个也是上次说要学的哈。满天星辰不及你 ，Come on， 哎，加杂音大了吗？麦的杂音，那怎么办啊？我把这个麦声音调小一点吧。
现在好一些吗？
天天想路过这颗流星，说出口誓言会有回应，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约定，对星空之间画出了星星。心间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，如迷人的水晶把浪漫放映，爱是种魔法给我们指引，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。今天洒下光影点亮你的眼睛，像缤纷的梦境我不愿苏醒，趁着光明牵你手前行，我们不会一起。这最后一句不会，就最后一句好像不是很会了。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，我来听一下。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，这怎么唱的？我们共赴一场，我已牵你手前行，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。好了，学废了，我觉得。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。这首歌其实挺难唱的，因为它中间那个气口很少，然后呢它词儿很多，就是有点气儿不够的话，有点困难的感觉。其实洒下光影点亮你的眼睛，像缤纷的梦境我不愿苏醒，这光影牵你手前行，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。还有杂音吗？你就像夜色温柔降临，这城市和你都很安静，慢慢穿过缤纷的街景，小小的幸福别有希冀。你天天想路过这个流星，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应，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约定，从此间画出了星星。心底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，爱是种魔法给我们指引，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，星光洒下光明点亮你的眼睛，像缤纷的梦境我不愿苏醒，这光明牵你手前行，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就只有一点，还有点快，就是那个词儿与词儿之间，每一段每一段之间它接的有点快。我这今天都没怎么唱歌，所以气儿还有点不够，没开嗓。你的眼睛像缤纷的梦境，我不愿苏醒，无声的光影牵你手前行，我们共赴一场光年的旅行。好，三首，好快哟、哦，三首了，再看一下啊。这个 C 泰，这个是一首什么那个哪里的歌来着？ C 泰，这个越南。喂，等一下，这首不对呀，那个怎么是快的呀？哦，在这儿呢，这是原版。喂，萨摩冈乌朗达米，萨摩冈乌朗达姆达米龟龟，萨摩冈乌朗达米达米，听一下，听一下啊。
Thank you.
sing song to the ending song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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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能的目光能够隐隐放魂，老眼老眉人间就很好很好。Pick up the phone, pick up the phone, pick up the end of the show。谁不应到奶奶？恩悲恩慈叮叮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叮当当当。谁不应到奶奶？恩悲慈悲叮。叮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叮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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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不想学这首歌了给学 Everything We Touch 一首英文歌 Everything We Touch 这个好像挺好学的、不是这个啊，为什么是 DJ 版？Every time， 这这不要不要 DJ， 这个好学，因为我。听这首歌一下就有感觉，总感觉听过。这首歌英文歌学一下啊，也是上次你们让我学的歌之一。I still hear your voice when you sleep next to me. I still feel your touch in my dream. Forgive me my weakness, but I don't know why.Without you, it's hard to survive. Cause every day we talk, I get the feeling. And every time we kiss, I swear I. 为什么又是 DJ？ You feel my heartbeat fast. I want it to fast last. Every time we talk, every time, every time we kiss, I reach for the sky.Can't you hear my heartbeat so I can't let you go What's in my life 啊怎么又变成 DJ 了柔美版的，他前面给我搞个柔美，后面突然一下给我嗨死了。哎呀，素颜就不要就是搔首弄姿了吧。Every time we touch
feel the steady hand every time we kiss. I reach from the sky. Can't you hear my heartbeat? So I can't let you go. Want you in my life.我在学歌呢，原声有没有原声？怎么全是这种 DJ 版？我真不懂了。啊，这个好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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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这个只有一分钟，翻唱的。为什么？它原版就是这样吗？哎，这个好像好点儿。对，I still feel your touch in my dream. 这个没有 DJ 哈。Forgive me my weakness, but I don't know why. Without you, it's hard to survive. Everything. 我老是把那个 every time.唱成 everything， 好奇怪。我在学这首歌。Cause every time we touch, I get this feeling, and every time we kiss, I swear I could fly. Can'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fast? I want this to last.Need you by my side, cause every time we touch, I feel this dancing, and every time we kiss, I reach from the sky. Can't you hear my heartbeat? So I can't let you go. Want you in my life. Every time we touch, I get this feeling, and every time we kiss, I swear I could fly.Can'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fast? I want this to last. Need you by my side. I'm my crystal, your heart is my sky. This way always till that I cry. The good and the bad.Times we've been through them all. You make me right when I fall. 哎，会了，这首歌其实挺简单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有那个李子。放在那儿吧。我送李子来了。但是我李子我现在反酸了，我想吃李子呢。我们来唱一下好不好，试一下伴奏有没有。不会是我不想要 DJ 版，我感觉是 DJ。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伴奏呀。
看，等我去那个其他网站用的，全是 DJ。带我去找夜生活，这个我本来就会一点。我今天就早点下流哈，本来是给你们速报平安来的了。这个去床上。我站累了，就是我站了一个小时了哈，不应该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你看我的体重，我称呢，我的称在这，他们在这吃夜宵呢。这个是我还拿着自拍杆，拿着手机，这个是不是要冷啊？加点热水。这是等会儿我要坐浴的水呢，等会儿我下播了我要泡一会儿，然后擦药才能睡觉的。Every time we touch， 哎呦烫，差不多下播了正好。Sense better do。你们点的是啥水果？姜肠。姜肠。嗯。还有给我点了姜肠了吗？嗯，点了。每个人一份。哇塞！真的很烫，好烫。你点的水果还有什么水果？就是你那个。就一个李子啊？是吧？香蕉。好吃香蕉，香蕉润肠。Every time we touch， 这香蕉没熟啊，好像熟的香蕉才润肠，不熟的香蕉是便秘的。真的，睡觉的时候把他拿到被子里面捂一捂嘛，可以吗？那你跟他一起睡吧，你可以跟香蕉一起睡。Every time we touch， 你又给我买了李子哎，要不要吃？嗯，大长腿我吗？这小猪腿还大了长腿，下播了 ，Thank you。很烫哦，要暖。那我帮放那边是吗？把那个衣柜放那边。好好好。像个病人呢，在床上吃东西。小时候我奶奶、我爸爸就说不要在床上吃东西，说病人才是床上吃东西。但我现在是病人，半个病人。聊会儿吧，不酸就这个李子好甜啊。好甜。这个李子很甜。Thank you。待会儿睡觉前喝。看，这个好甜啊。
你们会在床上吃东西吗？我想问，这是不是个坏习惯？你们觉得？嗯？会啊。我有的时候懒，就喜欢在床上吃哎，但不会在床上吃饭啊，就是一些水果啊、零食啊。我会在床头柜放很多零食。会弄脏，我重庆人，我住院我就在床上吃啊。我住院的时候我是这样吃的，啊啊！我起都不起来，感觉我像个植物人。哎，我累了，我想躺下。就是这个大叔姿势，无语了。哎哎，又是这个大叔姿势，哼。自拍杆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休息。那是油腻大叔吗？本来今天想说给你播的金铲铲的，我那个玩游戏的手机没带。看看腋毛，不好意思，我腋毛刮了。嗯，白茫茫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不吃了，我吃两个、三个，我吃了三个李子够了。反正我不化妆了，明天哈，收了吧，收了吧。明天回北京再洗头，回北京再洗头。今天就待会儿就直接睡了，卸妆也卸完了，待会儿泡个坐浴。如果要就直接睡觉，太好了。明天早起，刮腋毛会不会痛？你没刮过吗？一般女生都要刮呀，是吧？就女生可能爱美呀，就经常穿袖子，有腋毛不好看，她可能就喜欢刮掉。你居然不刮腋毛？其实啊，换个话题，我说个腋毛，我怎么了呀？腋毛也触及到你们的这个底线了？我说腋毛这个话题怎么很隐晦吗？还是怎么呢？奇怪，为什么换话题？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的。想刮但是怕疼。嗯，能不能说点有深度的话题？嗯。来，可以，
我可以陪你从天文地理聊到夜猫。我都可以。对，我可以用电动的。下次这样吧，我在直播间抽几个我的同款那个电动腋毛刀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女生，男生就不要抽了，是吧？而且不贵啊，那个挺便宜的，哪里都能买，很方便，就是每一次充好电就好了。然后洗澡的时候刮，就是沐浴露，哎呦，沐浴露起泡了之后，然后呢，它就滑滑的嘛，然后你就像男生刮胡子一样，就给这儿抹上泡泡，然后那个一刮，就非常的光溜溜的，也可以用来刮胡子。男生抽到送女友，不行，那个不能刮胡子，那个好像不是那种刮胡子的那种构造。你用防风火机烧，你现在腋下还好吗？还有那种蜜蜡，我之前用蜜蜡去拔过眉毛，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？哇，那个酸爽，你知道，就是它涂一层那种蜡，在这个眉毛上，就我长了很多杂毛嘛，我不想它长，因为长起来你看就是那种杂杂的，然后它就涂涂涂，然后这儿涂涂涂，然后咻一撕。哦，火辣辣，头痛，肯定很疼啊！那种蜜蜡，还有人去蜜蜡脱腿毛的，整个腿涂上那个蜜蜡，好像国外很多就那样吧。然后噗一撕，哇塞，那好痛啊，感觉。沥青。沥青这个东西能撕下来吗？素颜也好看，谢谢你的夸奖。我就已经习惯了，因为就是已经反正素颜你们已经看过了，我也没有，我不在乎了。我已经没啥形象可言的了，是吧？乌斯乌斯哦哎哎，谁当谁草哎哎哎，是你。被模仿不来，还没有我爸模仿的好。无所谓，沥青是去猪毛的，这，那怎么是用沥青给你？我都不知道沥青是啥。喜欢素颜的样子，真的假的啦？我素颜，我首先说我的素颜，我觉得不好看的地方就是我的瞳孔，我觉得很小。你看我的瞳孔，哎呀，卸的妆还没卸干净，你看在这里面还有黑的，看到没？把它弄出来。我每次卸完妆，它都卸不干净，就是第二天早上，它就会变成黑色的眼屎堆积在这些地方。我们所以每天早上要再清理一下眼睛里面。就是这些什么睫毛膏啊、眼线啊，都掉到眼睛。眼睛都弄红了。你看这里还有没清理干净，我待会儿去把它清出来。我不是很喜欢用洗眼液，那个洗的好不舒服啊！每次我都感觉眼睛很刺痛感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不用眼药水，我已经很久不用眼药水了。我大学、高中、初中超级喜欢用眼药水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戴隐形眼镜，那个隐形眼镜可能是不好，还有我不是日抛，是那种年抛，我就可能经常没清洗干净吧，经常发炎我的眼睛，然后呢又经常很干。我就喜欢滴眼药水，然后滴到最后我滴眼药水一点感觉没有，我就往里面灌的，使劲滴使劲滴，
我就只想湿润它，它一点那种疗效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滴眼药水成了那个依赖性了，然后就完全一点作用都没了，我就戒了，我就没有用眼药水过了。我现在都是用的日抛，日抛比较好。对，我就是灌眼药水了，我就直接往里面挤挤挤挤，它就要流流流流流下来，就是感觉灌进去了跟没有灌进去没有什么区别，然后过个一几分钟我眼睛又干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觉得哎呀，看来这个眼药水不能再滴了，再这样我眼睛可能要坏了。麻木的，我这还吹他们可破呀，这皮肤你看这么多粉刺，像这种刺刺啊，你看看得见吗？啊，就是因为化了妆，它有点堵塞毛孔，不然的话才真的是很光滑的。如果不化妆，所以你们能不化妆也就尽量别化，除非需要哈。看吧，这种小的粉刺状的那种颗粒，其实就是因为经常化妆，你看看到没？经常化妆，那个毛孔有一点点的堵塞吧，哈。妈，有一些这个，而且我有很多红血丝，我的皮肤特别的特别的薄。这是你看这一条，这是我的血丝，你看它是青色的，这看上去像这里有一个纹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就没有，你看这边是不是黑黑的一条？一条看上去是像这个法令纹的终点，好烦！我就一直想把这个红血丝去掉，一直都有，烦的要死。又皮肤太薄了，我身上就是很多地方就皮肤啊、手啊那种血管就看得特别清楚，就血管清晰可见，但是很细。化妆对呀、啊，肯定对皮肤不好。你发现我说话的声音有点这个不？有点，感觉有点变了。因为我这样躺着说话，躺着说话我声音就会变，把喉咙这样压着了。明天在家里播。Sleepy 就是说要睡，快睡觉了，就嗓子有点哑了。因为今天虽然我没有就是说怎么太多的用嗓，但是我用了体力。今天去爬茶山的，你知道吗？去爬到那个茶山采茶的那个地方，哇，它那个没有路，只有土路那种，而且又很高，我就爬到，我们爬到最山顶的，哇，然后又下着雨，你知道吗？我又穿着。我那个靴子，就是那个靴子又很高，里面还垫了内增高，起码快10厘米了。我走的我累死了，脚下像那个靴子又重，像拴了两坨砖头，然后就爬那个泥土路，然后又没有梯子的那种，很容易打滑。就拍视频，然后终于爬上去了，我就感觉我要晕厥了。我说快点给我，有没有东西给我吃两口？我感觉低血糖了。然后休息了一会儿，我们才开始拍。对，下雨了，就挺冷的。手术后去爬山，哎呀，那没办法呀，我们要上去拍东西啊。但还好了，还好了，稍微略微的锻炼一下也是有好处的，医生说的哈。那怎么办嘛？那爬都爬了，怎么办？而且我手术后，我又不是手术后几天，我是手术后现在是多少天了？20天了，还不能爬个山呢。今天过量运动，所以我脚好酸，腰酸背痛的，好累。没，茶山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种茶叶的山，那些很多茶农要摘的，还有缆车，你以为是景点呢？还有缆车去茶山，那所以那些茶农去山上采茶都要坐缆车上去采茶，太搞笑了。你这说的搞笑，你去搜嘛，茶山，就类似那种，我们就爬到顶端去的。
它有的是平的，但是我们是去那个山上，它就挺高的，层一层一层的，而且在下雨，好大的风，而且很大的风。捏腿肚子没事儿，不用捏了。我睡一觉，我的腿就消肿了，就是把腿抬高就可以了。下雨有没有头痛？嗯，今天还好，我不知道怎么没有头痛。我就今天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完了，我说有点阴雨天，我说待会儿不会头痛吧？结果居然没有头痛，所以是看，看我不知道怎么是看看我的脑子的心情，他有的时候呢他就头痛，可能我如果没有休息好，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没吃饱或者怎么样的营养不良他就头疼。我可能这些天吃的挺好的，就是三餐啊吃的也挺健康的，营养挺好，所以就我头也不疼了，腿也不疼了，也没有风湿。自从就是上次就是我觉得我以为我风湿去看了医生，然后医生说就是不是的，他说是有一点那个叫什么要多晒太阳，缺钙，骨质有一点点那种，就是比平常人骨质疏松一点，但是没有到骨质疏松，骨质疏松那一步还没到那一步。还好我经常晒太阳就不会脚痛啦，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太瘦啦，然后呢骨头是需要有脂肪包裹的，不然的话骨头就到了老年说是会有很多病的，让我长胖一点，要经常晒太阳，出去外面走走，所以我就经常到外面走走，专门去晒太阳。所以我现在好像我的腿也没那么疼嘞，一有太阳天我带憨子去晒一下，就在楼下我也去晒一下，就见一下太阳，我之前就是不见太阳的。老寒腿，我之前就有点老寒腿。谢麻辣圈，明天会疼？不会的，真不疼。腿部拉伸，好好，我待会儿我拉一下，我自己拉一下。对着墙，然后把脚那样就是后脚跟儿、前脚掌垫起来，然后压一压。我压过腿的，我们大学就跳舞，还跳过形体的，好吧，我都要压腿的。啥时候再来杭州？这么想我来杭州吗？下次有事情的时候就来呀。阳光可以促进维生素 D， 对对对，然后那个医生还让我买了一瓶那种维生素什么来着？是维 D 吗？还是维生素几啊？盖尔奇 D 啊，对对对，他说那个就特别好，他就说那个。就特别补钙还是什么，他说不要买其他的牌子，就让我买那个，是叫盖尔奇 D 吧，对，而且分数字的，他让我买的那种是D级，我忘了，反正就那个挺好的，我就吃那几天我在吃，后面我又没吃了，偶尔我看到了我吃一颗啊，对对，第三吧，应该是第三。西湖醋鱼没吃诶，我们今天吃的潮汕牛肉火锅。潮汕牛肉火锅是清淡的呀，是那个牛骨汤锅，然后呢他们都吃的自己调的调料，吃的辣调料，我就肯定吃的不辣的调料了。哎呀，我真的太馋了，我看到他们全部在吃辣的调料，我真的太，我就觉得天哪，人生不吃辣还有什么意义啊，就很索然无味，我就顿时就没胃口，不想吃东西了，很烦。真的没有辣椒，我就看着他们的辣椒碗里的辣椒做料，哎呀太馋了，那个小米辣，哎，我真是一点辣椒不敢碰啊，太伤心了。不是我很想吃，但是我真的这一次忌口了，我真不敢，不是怕上火，是怕我的小菊就是到时候受不了，毕竟你吃到胃里了，你的嘴舒服了哈，到时候上厕所的时候
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不敢，我真不敢。也没良心，因为我知道那种痛苦，我不想再次手术。经过这次怕了吗？对啊，我肯定要三个月后的。我说三个月后就三个月后我才敢吃。我其实我怕，我三个月后可能都不敢吃了。我怕复发呀，你少吃点辣嘛，偶尔吃个一小口，哎，尝一下就行了。不能那个，我不能以后像以前一样很辣的那种。我怂了，我很怂，对，我认怂。慢慢的戒掉辣不是挺好的吗？对吧？哎，我戒掉辣，我发现你知道吗？我戒掉辣，为什么我三餐这些天都在吃，但我体重没有增加，反而还瘦了一些。你知道为啥不？因为我吃的就是没有那么辣，因为我每次吃的辣，它都是重油、重盐，然后重辣的那种，就又咸又油多，然后又辣那种重口味，所以才好吃嘛。然后每一次吃，我现在吃的那是不咸的，好，就算还吃饭呐、啊，吃肉啊，吃炒菜呀、啊，但是它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就少了辣味儿，它就怎么不胖了呢？很奇怪，也还是会炒菜，也有油啊。我也会吃肥肉啊，而且我天天吃巧克力啊，我就觉得哎，我把辣戒了，怎么我瘦了反而？我一天吃几顿饭，然后主食天天吃，就感觉哎，戒了辣好像挺有好处的啊。跟辣没有关系，哦，可能是因为太咸了。我是重庆人，能不吃辣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愧对我重庆的身份呐、啊，怎么办呢、啊嗯？我这次才发现，你知道吗？我家人他们也就是亲戚，我姑姑他们不是也是知道我那个做了那个痣的手术嘛，然后他才说，哎呀，就是像我家里啊，有很多亲戚啊，其实他们都有。就是痔疮，他说重庆人嘛，因为太爱吃辣了。然后我说他怎么不去手术啊？他说他们不敢去手术，都好多好多年了，不敢去。他说因为去了以后也去了也没意思，去了的话还要吃辣又复发，这样恶性循环，干嘛呢？他说算了，能忍就忍，就是他就宁愿忍受哈、啊，都不愿意去做手术，因为知道自己太爱吃辣了，我都服了。然后就没有做手术，就反正还是吃辣，因为太喜欢吃辣了。因为太爱吃辣了，知道辣戒不了，生活中处处都是辣，怎么办嘛？回重庆咋整？都是辣的，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哎，不是说重庆的每个餐馆都是辣的，你可以跟他说不要辣椒，不要花椒啊，也有清汤锅啊。我专门去吃不辣的不就行了吗？没有那么夸张好。我现在很自律的，不吃辣椒。回去吃什么？回去这边就是吃馆子也有，很正常的呀。我吃海鲜行不？我吃炒的菜呀，什么清炒土豆丝、清炒小白菜，然后呢，还有那种上汤娃娃菜。还有那种清炒冬瓜等等，多么美味。然后呢，酸菜猪肉炖粉条，小鸡儿炖蘑菇，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呀。红烧肉、可乐鸡翅，这些都不辣呀，还不是很好吃。还有什么不辣的？锅包肉也可以呀。啊，不行，锅包肉也少吃。我现在炸的呀，还有那种就是。薯片我也要少吃，炸的要少吃，因为这种影响肠胃，会让我上不出来厕所。就是我要炸的也不吃，也少吃。然后呢，重口味的不吃，辣的不吃。蘑菇炒肉啊，对，窝窝头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烤鱼啊，烤鱼也有不辣的哟。我们那边烤鱼有豆豉味儿的，就是那种豆豉。你们知道豆豉吧？它那个可以不加辣，也可好吃了。烤的东西挺好吃，挺好，整挺好。不吃辣受不了，是受不了啊！但慢慢戒嘛，慢慢忍受，慢慢的习惯。
慢慢慢慢不吃辣椒，慢慢慢慢我就戒掉。重庆人不吃辣椒，叫我怎么忍受这一天？笑死！黄辣丁烤鱼，哎呦，黄辣丁不做辣的怎么吃啊？我回去可以吃兔兔兔兔肉、兔子肉，那个兔子肉有一个那种清淡的兔子肉，它是蘸那个青椒酱，那个青椒酱不是很辣，那个兔子肉很嫩。涮羊肉不喜欢吃涮羊肉，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吃涮羊肉，因为我觉得涮羊肉有一股那种膻味儿。然后呢，我又不喜欢吃芝麻酱，我最讨厌芝麻酱了，说实话，真的很讨厌。我看上去黑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个灯光是黄的，我不黑，咋的白着呢？就是芝麻酱是我最讨厌的酱，不好意思啊，爱吃芝麻酱的朋友们。因为那种涮羊肉，我不知道非要蘸那个芝麻酱。然后我一般吃涮，我每次去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去尝试吃涮羊肉那种铜锅，北京什么老铜锅呀那种东西。哇，他是有蒜泥，但他那个蒜好搞笑，他拿一大碗油，然后里面那个蒜就是那种熟蒜，然后全部放到里面，然后我说拿点辣椒，然后他拿那种熟辣椒油，那种就是炸过的那种辣椒，不是小米辣，然后我就说哎，然后也是一大碗，我觉得好奇怪呀，我说怎么都是这种调料，就那边的调料，就是涮羊肉那边的调料，它也是很奇怪的，就根本不是我想吃的那些调料。所以我是觉得我真的很不喜欢吃涮羊肉。你们去吃那个铜锅嘛，它一般都是上的那些调料都我都觉得是那种太北方了，我真的不喜欢吃。然后老友就是那个什么，就北方的朋友嘛什么的，就说试一下试一下，真的麻酱太好吃太香了。哼，哎呀真的不好吃啊，真的不行，我吃一口就吃不下去了，给我腻得慌。只用麻酱，我知道啊，我就是想尝试一下麻酱，但我只用麻酱我真吃不下去。我说来点辣椒吧，我想来点小米辣，来点蒜粒呀、啊、搞点酱油啊，什么香菜全部加到麻酱里啊，结果还是不行不行不行。我还是喜欢吃香油蒜迷迭，香油蒜然后加点蚝油香菜其实就已经完美了，这就是我的调料。能吃辣加点小米辣 OK 了，然后再来一个火锅的牛油汤底，一瓢舀到，就是舀到那个蒜泥那个香油碟里面，就是把那个牛油那个汤底和香油碟和到一起，一半一半的那个量，哇太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。我每次点那个麻辣烫啊，就是什么、麻辣烫，不是有什么杨国福他麻辣烫还有张亮麻辣烫吗，我每次都备注一定不要放麻酱，放麻酱就给差评。我说我只要，我说汤底一定不要麻酱，一定就是每次我要备注三次。我叨叨太强了，没有啊，我不饿也不想吃、不想吃宵夜。上次不是在超话还看到你们发了一个有个叫提莫麻辣烫的吗？我喜欢吃黑芝麻丸，但不喜欢芝麻酱。我可以把白芝麻粒儿放到我的香油碟儿里，但是不喜欢吃芝麻酱。花生酱也不吃，我吃腐乳酱，就是那个豆腐乳，知道吧？我会加豆腐乳酱到加一点点到那个碟味碟里面。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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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。现在不是很痛了呀，不痛，就是，偶尔微微的有一点感觉吧。都整饿了。
几点了？我要睡觉了，我要去泡个作业睡觉了。11点半了，怎么这么晚了？我以为才10点多钟，怎么跟你们扯这么久？烦！居然11点半了，睡了。哦，10点才开播啊？好吧，哈哈 ，sorry。那我们明晚见哈，我今天开播是开不完的。别下，干嘛？舍不得我呀，有点糗糗的。中了，马上。我明天早上早起要回北京了，回北京晚上给你们播呀，哈。明天工作呀，明天给你们直播。拜拜，我下喽。我去坐浴了，坐浴了。坐浴我要坐10几分钟，然后涂药，然后睡觉。拜拜。Thank you.